早安，呆呆，早安，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母尼，我今年40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女孩子，我的身高151公分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家里祖宗肺炎，我信仰回教，我一间工作在阿拉伯6年，香港1年，台湾3年。我会煮菜、煮饭、洗衣服、照顾老人、照顾小孩。我想去香港工作赚钱，帮助我的小孩读书。谢谢呆呆，谢谢先生，拜拜。